心态用电，讲迄落安尼落运动，你是在哪里啊？
你过来过几个飞了，而且要再升高了，那怎么办？不会你，你有没有降压了对吧？哦，还有看嘞，你也会有清华嘞。我那个我又骗了这个，都会了，准备给你赶回来啦。哦，比那吃那个上会啊，那个上会。我是惊哦，我不理了，会了清华再吃烂嘞，明白？你看我们要运动的吼，这个身材拢因为过几天练苗条的，这个是魔鬼的身材哦。啊，你看我菩萨心肠的哦，我有了吼，有一个善人的心啊。那你还改一个？你求。好，来这边的朋友，来打条理啊，谢谢。迄个这条来头巾，过来，迄个设计师设计，大家看，把这里揪揪，是水水的呀啊！啊，那迄个男先生，先讲这条破皮带，要买这么水墨青的花，我带你去烫烫太上面，啊，我真爱洗哦，能带着你同事。好啦，这重点爱讲一下啦，爱来带你学水墨做参观嘛，爱洗啊，袂使多洗啊，无礼貌。啊，无在当拍卖呢，都在人咧拍卖这种穿过的内裤呢。好啦，谢谢，来看结果，再来安全哥哥，进来米秋。我给你捏球，你够恶心了。